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今天我们从市场买了这么多秋刀鱼跟小乌鱼啊，这种鱼腥味都很重，我们去打窝这个底槽坑啊，然后过三四天我们过来把它盘掉。来，打窝，哎呦，多多。好了，打窝完了，我们过三四天过来盘它哈。我们现在先回去吧。三天后，完了，我们现在到了前几天打窝这个乌秋坑啊。然后现在，准备把它盘掉，希望鱼货多多。我们装机器，希望多多。我们现在机器已经安装好了，前几天打窝的这个乌秋坑，我们现在过来帮它盘掉哈。现在开窗吧哈，来。哇，都是鱼，不知道装哪条，包括地方。鲈鱼，小鲈哈，半斤多。都是鱼，哇，一抓都是鱼，珍珠斑两只。哇，大鲈鱼，哇，哇，现在鲈鱼的季节，现在鲈鱼也挺便宜的，一斤才四五十块钱。哇，黑鲷。哇、哦！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！一斤多，包住！看，你看，看，包住鱼，好、哦，珍珠斑，黑鲷，哇！什么？鲈鱼！哇，两千多鲈鱼！哎，你夹上。哇，什么黑鲷？哎哎呀，打住！哇，你看，给它吸到下面去，没搬掉，还弄不出来，又一只八爪哈。哎，石头搬了。哇，下面都是海螺，小黑鲷半斤多，哇，正贵，哎呦，真的是正贵的，半斤多的正贵，哇，黑鲷一斤半，你看。这是什么？哇，鳗鱼！哇！哇，这么大！哇！鳗鱼，不好抓！啊，跑到你这边，跑到这里！哇！抓头！尾巴不能抓，哇，哇，你看，五六斤啊，哇，这鳗鱼差点被它咬了又。皮皮蟹啊，跟那个石头蟹，哎呦，这里面怎么会跑出这么大皮皮蟹啊？这里还有个小水坑，好像没空。哎呀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，八爪，好像是八爪。哇，石头给它吸这么多，哇，这么大八爪，你看，石头给它吸了几个，这头有两三斤啊。不要，哎，哇，下来，你看手。我脚上踩到一只什么鱼？嗯，你们瞧，哎，这里，
不要跑，黑雕，行动。这里面水还挺深的。哎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哎，阿炳哥，这条是主贵啊，其实那条正贵，这一斤也要150。这个没有了，我们再去旁边还有两个水坑去找一下。走。这饵料前几天打窝了，很臭，你看都烂掉了。哎，这边有只土龟躲在这边吃这个臭料，你看，这么大，半斤多，应该有六七两。来，阿文你拿过去一下。哎呀，我真的是个八爪。又一只两三斤的八爪，你看没摸完，差点被它跑了，其实还没看见。下去，下去。哎，十几公一只，一两多。那已经过了点。差不多，现在摸遍了，你看都没鱼了，我们就回家吧，海水也涨潮了。其他坑还不急了，就是。海水马上涨潮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啊，阿峰，我们鱼竿拿上去，拿到船上去，这边收获还不错。回家了啊，回家卖鱼。那我们这边已经搬到船上去了哈，我们现在准备回家卖鱼卖钱了，今天收获还不错啊。阿峰，回家。好。老板在烧虾锅哈，哇，烧这么多皮皮虾。今天我们一共买了1520块钱，然后你早上太早起来了，辛苦了，多问一点给你，我们800，我们720哈，然后晚上就一起去喝啤酒哈，可以，喜欢阿生侃侃的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